你不喝，那肯定我喝。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？没啥太大反应，就是有点头疼。还有呢？还有点燥热。怎么回事？病是不是太累了？傻瓜，你是吃了合欢散？不行。 身上好热，难道是在做梦？这也太幸福了！小姐姐，快看看本公子强壮的体魄，以后要好好听本公子的话，本公子的家产都是你的。 听到没有，小青青，你听到吗？不要过来啊！我还要娶妻生子呢！不要啊！不可以，沈青。要想办法消耗掉沈青多余的精力，那就让艾玛陆家这个嫉妒的掌门整理出来，正好省得本公子费神，一举两得。沈青为了帮你治疗。 这些账本交给你了。账本？算完这些账本，本公子是不会让你后宫出名的。禀报城主，红袖回来求见。主人饶命，奴婢试图给陆之远下春药，但是没想到要被沈兰强去喝了。 陆之远认定奴婢心怀不轨，要将奴婢送官，奴婢拼死才逃出来。没用的废物！主人饶命！为什么不把城主之位给我？ 在你身边，也许非要找一个不知死活的大儿子回来继承城主之位。根本就不是我儿子，你母亲背叛了我，私通侍卫。不，我是您唯一的血脉，城主之位只能是我的。你根本就不是我儿子。既然如此。 那你就别怪我了！喝，给我喝！城主之位马上就是我的了。 沈南，你执意要护着陆之远，就一起死吧！嫂嫂，我来了！卢氏吧，不会真这么倒霉吧？好汉饶命！城主找你，跟我们走一趟。 肯定没有什么好事情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！这陆家还真是……啊！少主，少主，别打了，我说了，这样不叫好。那么，城主有一提拔你。 竟然不识抬举，忤逆城主。如果你为城主乖乖办事，就还有活路一条。啊！嘿！父子，父子打死我，还不如复仇，是汉儿的事的。这个！ 求求。
求你了，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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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大人，求主大人，求求你，求主大人，求您发发慈悲，放过我们家泪儿吧，求求你了。放过你们儿子可以，只要你们跟我实话实说，陆之远是不是面容尽人人道。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吗？对对对，他不能人道，他跟沈兰夫妻离心，我儿子可以作证的。还敢骗我？啊、绝对没有，没有。童秀都已经跟我说了，沈兰对陆之远一片痴心，连毒药都敢替他喝。当初为你们儿子收尸吧。不要啊，城主大人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。好了。让你们听了半件事，事成之后，我自会放你儿子。老太婆来了，肯定是来找你的。来啦。城主抓走了，此话当真？